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各位最期待的一刻终于来了，我们将推出压轴好戏，请热烈掌声欢迎世纪酷舞王章鱼哥。我要买番茄砸他！你们好没水准呐，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化。表演！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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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章鱼哥，轮到我了吧？对，结束了。哎，不错吧？我喜欢他，哎，蛮有意思的耶。我喜欢。看来他们实在太爱我了。你让开，海绵宝宝。章鱼哥，很好的表演。哦，我儿子是明星。没想到他这么有才华呀！我得为下星期的才艺表演买一大堆的番茄呢。哎呀！